心跳如果很慢的话，好像心脏快没电了，是不是要跟帮心脏装了一颗电池？所谓的电池就是心脏节律器，就是我们桌面上看到的哦。我先列出了，就是我们有四款常见的一些节律器哦。那首先我们看这三款所谓的传统性的节律器。那一般而言，传统的节律器，传统的手术的节律最常见就这两种。你看那电池是不一样大小，一个是比较小颗，一个是比较大颗。一条只有一个条导线，这个是有两个洞的，是两条导线。哦，那医师会根据你的心率不整的状况来去选择最适合你的节律器。你有可能是装这个叫单腔的节律器，这个叫双腔，双腔室的腔。所谓的单腔就是只放到我们的右心室里面，那如果是双腔，就是放在右心室跟右心房，哦，就两条导线，哦，这一种，这就是双腔的节律器。这些都有健保给付，这是全自费。哦，那健保给付也是要你要符合健保的规范才有办法给付，这样子。